尊敬的啊，诸位长辈啊，诸位学长，大家下午好。啊，今天啊，我们啊，两千零一十一年呢，啊，这个五月二十八号，啊，我们古文班呢，一起学习群书之要。 三百六，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从这个礼拜开始啊，啊，我们一起呢，这个学习群书制药啊这一套书，啊，而且呢，其中是截取啊这一套书的三百六十句，啊，首先呢，先就这个因缘呢。 啊，跟大家啊说明一下。呃，这一次呢，我们呃将这个群书之要啊印、啊、在台湾呢印了一万册。哎、呃，这一套书啊啊是唐太宗啊皇帝啊啊命魏征大人。 啊，负责啊，编撰的一套宝书，啊啊，当然参与的啊，当时候的大臣啊，大儒啊啊很多啊，以啊魏征大人呢为代表，而这一套书在唐朝之后啊，就失传了。 啊，在宋朝以后的译文字里面呢，啊，史书里面呢都没有记载这一套书。啊，那是在清朝啊，乾隆退位啊，啊，嘉庆帝登基的时候呢，这一套书啊又从日本、啊 进贡回中国，啊，等于是呢，我们失而复得。而回到中国之后啊，后来也没有受到重视啊。民国以后啊，有军阀割据，哦、啊，所以这一套书就埋没了。好、啊，那是刚好呢，在去年底啊。 有人，我们修学传统文化的朋友呢，啊，将两套啊《群书制要、啊》拿给呢师长，啊，那是因为师长啊在讲经的时候啊提到呢啊曾经看过啊《诸子制要、啊》这样的书。 啊，那诸子之要啊，就是群书之要呢，五十卷当中啊，最后二十卷，啊，觉得编的非常精辟呀、啊，啊、哦，哎，希望啊能够找到呢这一套群书之要，啊，果然呢，啊、就像老子说的呢，天道无亲啊，常与善人。 啊、哦，在这个大时代啊，这个文化的沉船呢、啊，啊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大事啊！因为文化呢，呃，遇上了这个危急存亡之际了啊、哦！那师长老人家啊，非常重视文化的沉船呢、啊，哇，那得到圣贤老祖先的庇佑啊！ 啊、哦，这个书啊，就到了老人家手上，啊、哦，赶紧啊，啊，大量的啊，来印制流通。确实啊，这个世间呢、啊，任何事情啊，都不是偶然，都是有感应的。哦，哎，师长有这一份中华儿女的使命感。 要感得祖先加持啊，哦、把这个两套啊，已经呢、啊，应该是八九十年的古书啊，送到老人家的手上了。哦，那当然呢，老人家除了接到这一套书之外啊，啊，同时啊，又接到了这个国学之要，啊、哦，这也都是啊。 民国时期啊，翻印出来的宝典啊，都是啊快要失传了啊。在去年底的机会当中啊，这两套书呢都传到了师傅手上了啊,啊，都把它印了一万套。啊，这群书制药啊，这个“字呢。 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啊，等于是呢啊，在群书当中啊，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要精华呢，把它汇集起来。而国学之要啊，它那个“治”是治学的治啊，求学问的啊，是。 民国十六年完成啊，那个时候啊，是这些有志之士啊，可能感觉到呢，啊，我们中华文化啊，像四库全书啊这么完整的宝书啊，总共有一千五百册，那我们中华儿女啊，要深入中华文化。 啊，这看着一千五百册啊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啊，所以从一千五百册当中啊，截取精华呢，编成八册，啊，我们只要深入这八册，就了解整个文化的纲领了，啊，一了解自己文化的纲领就更爱自己的文化，啊，就更愿意呀、啊。 深入经典，啊，沉船文化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两套书啊，啊，大量的流通啊，啊，也是祖宗之德啊，啊，代表呢，啊，我们这一代啊，必须扛起文化的沉船啊，也啊，要有使命啊。 啊，让文化呢，在我们这一代啊，就能够有复兴的啊这个气象出来。而刚刚呢，跟大家讲到了啊，这个世间呢、啊，都没有事情了、啊，是偶然的。啊，这个书呢，哎，不到其他人的手上呢。 怎么就是到了市长的手上？啊、哦，师长啊，他们这一代人呢、啊，啊、哦，可以算是啊有中华文化基础的最后一代了、啊。啊、哦，老人家也提过啊，啊、哦，他的弟弟啊，跟他相差六岁而已，哎，他的弟弟就没有读到私塾。 就是上国民学校了，才六年呢，那对文化的，学习呀、啊，差异就非常大，啊、哦，而老人家常常提到啊，就是因为有中华文化的学习呀、啊，啊，这一生呢，啊，在整个大的社会当中啊。 啊，能够不受污染，啊，能够啊，不随波逐流啊，凭的就是有中华文化，啊，这个上了私塾，啊，从小扎德行根根呢，啊，这样的基础啊，啊，才能够呢，让这一生呢，都能够平安，啊，都能够啊。 不受染污啊，进而、啊、能成就道德学问啊，所以有根呢、啊、相当重要啊，有根呢、啊、才有生命力啊，有根呢、啊、才能经得起考验呢、啊，才能站得住脚啊啊！老人家十一岁啊就遇到了这个对日抗战。 啊，就流离失所了，啊，所以十几岁啊啊，老人家就在想了，啊，因为自己呢，感受到这个失学的痛苦，啊，就希望啊，天下的人呢，不要再有失学的痛苦，啊，希望呢，所有的人呢，都能够读到。 圣贤的教诲，哦，所以十几岁的年龄呢、啊，就在思考呢，怎么样让天下人读到圣贤书？哦，我们听老人家讲这一段呢，啊，非常佩服啊，也很惭愧呢。十几岁呢，哎，像我来讲，都想怎么吃喝玩乐啊，老人就已经在想。 啊，哎，老人家啊，在十几岁的年龄了，就已经在思考怎么让天下人有智慧，怎么让天下人呢不要再受他这样的苦。所以从刚刚啊对，哎师长十几岁啊少年时起的一种胸怀啊。 大家就不意外啊？为什么这一套书啊是到了人家手上？哦，包含啊、哦，师长呢在台湾啊遇戴遇到当时候台湾三位高僧大德的指导啊，手把手的教诲，这都跟老人家的爱心、愿心啊。 还有好学的心啊，是相感应的，啊、哦，当然我们今天一起学习古文，一起学习群书之要啊，哎，这也不是偶然的，哦，那诸位学长啊，都有为往圣继绝学，啊，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，所以我们共聚一堂啊，一起来。 切磋啊，一起来深入学习古文，好、哦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师长啊，之后啊，在台湾跟着三位高僧大德，啊啊，首先呢是我们方东美教授，啊，接着佛门高僧啊，张家大师。 啊，还有李板李炳南老师，啊，三位老师的教诲之后呢，也把儒道士、啊、道、释啊三教的中华文化啊红传到呢全世界五大洲。哦，所以这个啊，是师长为什么能扛起民族文化的沉船啊，能接收到。 群书制要这样的宝书，啊，都是啊来自于啊老人家啊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责任使命，哦、啊，所以我们也效法师长老人家的精神，哦、啊，因为文化必须靠一代一代人呢、啊、把它承传下去，而且呢。 这个沉船呢、啊，一代都不能断。有一代不沉船呢、啊，这五千年的文化就这样丧失掉了。哦，所以身为炎黄子孙呢，承先启后，啊，承传老祖宗教诲啊，然后启发后代子孙呢，这是每一个人本境的义务。 啊，不然呢，就没有资格当炎黄子孙了。哦、所以师长提到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有两件大事啊，我们一定要重视。啊、哦，第一呢，啊，挽救中华民族啊，传统文化。啊、哦，因为呢。 文化呢是民族的灵魂，哦，这个教育啊是文化的生机，这文化必须靠教育啊传承下去。一个民族没有文化，它就没有灵魂了。您看，我们的民族啊，重视五伦五常，四维八德。 五伦是道啊，五常是德啊。啊，我们老祖先呢、啊，之所以能承传五千年，的国家民族，他是因为啊，重视道德啊，所以我们后代子孙有福气啊，叫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啊。 全世界这么多民族，啊，古文明也不少啊。经过了这几千年，最后只剩中华民族的文化还继续在存船这个关键呢，在我们祖先的厚德啊，厚德载物啊，哦，所以重视道德。 而这个德，最常讲的五常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啊。人假如没有这个五常啊，那就没有人的灵魂了。哇！你看，人推己及,及人、啊，感同身受啊，那才像万物之灵啊，啊，才是天地人三才。 假如人不懂得要仁爱了，都是自私自利啊，那就变行尸走肉了，那就变欲望的奴隶了啊，追名逐利啊，抛弃父母的现象就出来了。哦，最近啊，啊，很多社会报道。 哎，看到人被车撞了，啊，小孩子被车撞了，没人愿意啊去救他。你说人的仁慈心啊，都荡然无存了，啊，功利主义挂帅呀、啊，哦，这整个坦白讲呢、啊，这一两百年的人类历史啊，通通是被哀、啊。 财色所困了、啊，好色、好金钱的追逐，好像人生的目的啊，就在欲望，就在享受了，就错的太离谱了啊！古人说：“读书志在圣贤、啊”呢，非常了解呢，人生最重要的意义啊。 提升自己的德行、灵性，提升智慧呀、啊！因为知道这一个身体呀、啊，是个工具呀。哦，孔子在《易经》细传里面讲到的“游魂为变、啊”呢，哎，知道呢，这个身体是个工具呀、啊。 是为灵魂所住啊，他工具会坏呀、啊，用坏了之后，它会到哪去啊？人这一生灵性不断提升，它往更好的地方去、啊。现在人生价值方向错了，都是享乐纵欲，灵性不断下降了、啊。哦。 那这一生结束啊，只有堕落的份呢、啊。哦，所以没有经典的指引啊，整个人生方向，全人类的方向都是偏颇的。啊、哦，看到现今社会啊，想到这个《诸子之家格言》当中讲的、哦，子孙虽愚啊。 经书不可不读啊，不读经书啊，开不了慧眼、啊，连方向都颠倒了。哦，结果呢，欲令自迷，全部被欲望给控制住了。所以你看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呐、啊，没有文化，没有灵魂呐、啊。我们看到。 有统计的数字啊，一年堕胎的人数啊，超过五千万的。我们想一想啊，那是有登记的呢。那假如没有登记的呢？而且呀、啊，二十岁以下的少女非常多啊，都是没有结婚的了。 我们要冷静啊，了解，堕胎呀、啊、是亲手杀害自己的孩子，这个是任这些动物界都不会这么做的行为，怎么变成万物之灵在做呢、哦？包含在五千年历史长河。 有一个朝代出现一个杀父害母的，都是震惊天下。现在没有沉船文化呢，杀父害母啊，常常都可以听闻这样的事件呢。所以，我们看这个仁义礼智信，再不沉船呢，这整个民族啊，没有未来。 义道义呀、啊，不能见利忘义啊！现在夫妻结婚还没结婚呢，就先财产要先公证了、啊，要分清楚了。夫妻结合都不重视道义了，这个家道怎么传呢、啊？哦，所以真的是。 看到现在这个现况啊，哦，我们还有慈悲心啊，还有责任心啊，真的没有比教育、没有比承传文化更重要的事情了。冷静思考啊，现在所有的家庭问题、社会问题、国与国的冲突，用其他的方法很难解决了。 你用经济、用军事、用政治，好像越来越复杂，冲突越来越严重。唯有用教育啊，改变人心啊，能去掉自私自利啊，能为对方着想啊，这个冲突啊才有可能解决。所以。 人祸也好，天灾也好，它根本问题在人心啊！哦，这个在群书之要里啊，拣选出来的京剧都讲的很透彻啊，像尚书啊，这是中国最早的政治哲学啊。尚书里讲到了，作善降之百祥。 做不善，降之百样不就把天灾的问题一句话就讲透了吗？啊、哦，现在人灾祸这么多，尚书又讲：天作孽犹可为啊，自作孽不可活啊。每天我们的身体啊、哦，我们的言语，甚至我们的。 意念起心动念都在造罪孽，怎么可能说人生会顺利、会幸福、会吉祥？那不可能的、啊。可是你看，现在几个大学生毕业出来，你问他：“你大学毕业了，你最希望做的是什么事情？”他会不会说：“我终于可以为社会？” 奉献我的一份力了，我终于可以积德行善了。嗯，这大学生出来，我怎么赶紧赚很多钱呢？啊，我要花，我要用啊，好像是在一所大学几千啊上万的大学生呢，发问卷调查。 啊，他们觉得人生第一重要的是什么事？好像没有超过十个人说最重要的事呢是孝顺，就是百善孝为先哦，传了五千年了、哦，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读了十多年的书，连人生第一件最重要的事都不懂。 哇，这些现象啊，值得我们所有为人父母、为人老师啊、啊为人长辈的人深思啊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啊？啊，长善救师啊，才是教育啊！啊，大家有机会啊、哦，像在大陆江西。 啊，西地红村呢，这样的地方都有古迹，那些建筑都是传统的建筑啊。那个出门呢、啊，墙壁上刻了一把扇子、啊，代表什么？所有的人出门，记住就要干什么事？行善呐、啊。 你看那扇子啊，谐音啊，就行善的啊。当然，扇子也很清凉啊，啊，代表出门啊，要让人如沐春风啊。哦，要以和为贵啊，传了五千年，家家都是如此啊。那个家门口的墙壁上，什么装潢？ 梅兰竹菊啊，重视德行啊。梅兰竹菊是君子啊,啊。出门在外啊，要交有德行的朋友啊。啊，一者三友啊,啊。有词、有量、有多闻、啊、你看这些教诲，都体现在我们的建筑物上面。 所以师长洞察呢现在的社会现象，啊，大声疾呼啊，啊，尤其我们这些学生呢，啊，要以师志为己致啊，这样才才是真正的、啊、师长，还有圣贤的弟子，不然是不孝子孙呢、啊。要以师志为极啊。 所以，挽救我们民族文化太重要。这不止师长大力提倡了，啊,啊，整个我们大陆国内，啊，哎，政府啊，号召全国人民，啊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啊，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，而且呀、啊。 定位在呢文化的强国，这太重要了。一个国家经济强，没有文化，社会堕落的更快呀、啊。所谓祸福相依啊，有钱财而无德啊，那他会干出很多违背良心的事情了。所以很多家庭啊，没有钱呢、啊。 家里还算安定了、啊，突然爆发了，哇！男主人无德了，整个家就破裂掉了。哦，所以老子提醒啊，祸福相依呀、啊，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呀、啊。这老子的教，哎，《大学》里面的教诲。 所以国家重视德啊，这是抓到根本的。哦，而要全面提升呢，我们中国人呢，啊、哦，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，要有信心呐、啊，你不能都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了，啊、哦，一味的西化。 而且在西化的过程当中啊，也没有学到它的精髓，都是功利主义啊，这学偏了。啊，而且外国的长处在哪？孙中山先生看透了，在机器呀、啊，在科学技术啊，其他的都要跟中国学呀、啊。 结果我们现在思想观念、价值观全部跟功利主义学，所以我们这一两代人那个堕落的速度太快了。哦哦，所以文化的自信重要文化的。 自觉，要整个觉醒过来，哦，珍惜自己的文化，弘扬自己的文化，再来要文化要自强，啊，要让文化呢承传下来，更加的发扬光大，好、哦，所以政府强调啊，啊，一定呢要有。 啊，要重视啊，弘扬文化的师资队伍啊，人存正举啊,啊，要有人去力行，要有人呢、啊、去弘扬啊。我们相信呢、啊，啊，在整个啊中央的大力提倡之下呢，各地政府啊。 也都会重视呢文化，的承传跟人才的培养，哦，那我们，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呢，也响应祖国的啊这些号召啊，啊，我们也在这里、啊、很好的学习，啊，以后有机缘呢，可以回祖国，奉献心力，哦、啊，而且啊。 呃，在马来西亚呢，尤其教育界、啊、弘扬中华文化呢，做得非常的积极啊，非常的有成绩啊。全国校长职工会、啊、在九百八十四所华小推展弟子规啊，推展德行教育，这个在全世界华人。 仅仅有马来西亚这一个国度啊的华人做到了哦，那光是小学生呢，差不多有五六十万的、啊，哇！这一代人呢都学过《弟子规》了，以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了、啊，哎，这样对他们以后经营家庭啊，在团体里面经营事业都有。 正确的标准，啊，做人做事的准绳，哦，所以这样的作为啊，相信也会给全球的华人带来很大的启示。哦，这我们这个祖国也很关心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我们李金华校长啊，他就是推展啊整个。 《弟子规》啊，入华小呢，重要的功臣呢，啊，所以这个国内也颁给他呢，哎，终身教育奉贡献奖啊，哦，哎，之后还招待他到祖国很多名胜呢，啊，去参观访问呢，这个也都代表啊，啊，有整个我们祖国的。 重视，也肯定全世界华人对文化的贡献啊，这个都是好事情啊。好，好啊，所以第一件大事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、都应该承担起来，而。 这个群书之要啊，是在唐朝呢啊、哦、编撰的啊、哦。待会啊，我们在序文当中啊，再详细呢跟大家做一个解释、解啊、哦、一个讲解。第二个大事情啊，是帮助世界化解。 灾难啊、哦！现在科学家都在讨论呢，啊，地球还能够生存吗？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最大的危机在哪里呢？在信心危机，人对伦理道德、啊、对因果这些教诲啊，不相信了，人心就快速堕落了。 那赶招来灾祸了？所以东方不重视圣贤的教育，西方忽略了宗教的经典教诲，这个才是灾祸的根源所在了。而要恢复世界人呢、啊、对伦理道德啊，对圣贤教诲的信心呢、啊？ 那得先有人做出榜样才行了。哦，就像这个零五年啊，市长老人家在家乡建立啊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啊，用《弟子规》啊啊面对啊汤池镇啊四万八千人啊弘扬这部经典。 啊，短短几个月呀，啊，这人心啊，转变的很大，啊，所以确实啊，人是可以教的好、啊，本来离婚率很高啊，那快速啊降下来了，啊，才一年的时间呢、啊，几乎降了一半，但是呢，离婚的呢，在镇上一个都没有，都是出去工作了，外面有诱惑了。 啊，在镇上的有听过课的，一对都没有离婚，这个都是证明啊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人都有情义啊，有道义啊，你得有人提醒，有人教啊。哦，这后来呢，刚好呢，也是这个祖宗保佑啊，啊，在这个小镇的教学成果，啊，在零六年，啊，联合国。 啊，教科文组织啊，有跟全世界一百九十二个国家分享。哎，这些国家代表啊，都是长期关注世界和平的。啊、哎，之后看到啊，真的可以透过伦理道德教育改善社会风气。哇，很多代表啊都非常希望呢，啊，到汤池学习。 哦，后来啊，好像有也有十几位代表啊，他们有到当时的时期去考察过，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啊，全世界都在找好的方法来化解灾难，哦，所以一个小镇做榜样了，哦，会给。 有缘的人呢，其信心啊！所以现在呢，啊，假如中国做榜样啊，由我们中国做起，那将可以、啊、带动全世界信任伦理道德啊，深入伦理道德教育啊！所以事实上呢，老天呢、啊、也给了这个中国人呢、啊。 啊，给了全球的华人一个时代使命，就是挽救世界的劫难。哦，这个不是我说的啊！假如哎，大家一听说啊，那是是你个人的看法啊、哦，我讲话没什么力量。<laughs> 哦，这个是。 七零年代啊，汤恩比教授讲的，英国人讲的，那是那个时代西方社会公认的大历史哲学家，有真实的学问的、啊。哦，他提出来解决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啊，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 只有靠孔孟学说、大乘佛法，那意思就是只能靠中华文化的教诲啊，让世界指引出一条康庄大道来啊！哦，那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在哪里？ 只要是华人呢，只要有读过经典的，都懂得其中的教诲啊。那等于是，汤们比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：我们有救世的法宝啊！哦，有救世的法宝，还袖手旁观呢、啊？这个叫见死不救了。 见义不为，无勇也了；见死不救啊，这个是造罪孽了。哦，那阎罗王那边都会记载了。哦，那那我们这一生就变成活得麻木了。哦，所以被我们碰到这个大时代了。啊，当今之事啊，舍我其谁啊！不管是为民主，还是为世界。 都应该扛起这个责任，而我们要扛起来，我们也根基要牢啊，啊，要有德行的根基，要有文言文的根基啊，所以我们从去年五月开始一起学古文，啊，文言文啊，学了几十篇了。啊，哎，这一次以后啊，我们把古文的内容啊。 就以群书治要三百六为主，啊，这是同时学古文，同时扎德行的根，同时掌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，哦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在进入三百六十句以前呢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师长。 啊，对这一套书的写的序文，好，我们现在是带着对民族啊、对世界的一种使命啊这样的自愿呢、啊，来学这些教诲啊。其实啊，一个人学经典呢、啊。 吸收的深浅啊，深度广度啊，跟他的志向成正比。他没什么志向啊，听一听啊，当故事听啊，就过去了，没什么吸收。假如是胸怀天下了，那句句都印在心上，不会忘记啊。哦，所谓一分沉静啊，得一分利益、啊。 啊，十分沉静，得十分礼。好，好，序文一开始啊，说到了《群书制要》啊，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。啊，这个贞观呢，啊，是太宗皇帝啊，他的年号。 而由皇帝啊下令来编辑啊，啊、哦，一定啊会受到大臣啊，甚至于全国的重视。而太宗十六岁啊，随父从军啊，年轻啊，啊，就跟着父亲呢、啊，在当时候的时代呢，啊，起义了啊，所以起义平定了、啊。 动乱的社会，而且啊，它这个动乱呢、啊、相当长，啊，从汉朝末年、魏晋南北朝、隋朝，啊，这这等于是动乱呢，也有一两百年的时间了，啊，那这些朝代啊，时间都很短，啊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啊。 在这一两百年当中啊，也是颠沛流离啊，百姓啊也是很贫苦啊。戎马倥偬十余年啊，这打仗啊啊打了十多年的岁月啊，啊终于呢啊天下底定了啊，建立啊。 唐朝啊，所以太宗呢是二十七岁即帝位后，二十七岁登基的。接着呢，延武修文。这演武啊，哦，就是呢，哎，仗打了这么久了，哦，从汉末之后啊，这整个社会都是动荡啊，老百姓呢、啊、一定非常厌恶。 啊，这些战乱啊，不再轻易啊啊动武了。修文，啊这个重视文教啊，治理作乐啊，教化老百姓啊。其实老百姓懂做人的道理啊，他就懂得啊修身齐家。 哦，啊，懂得重视修养，啊、哦，每个人有修养了，每个家知道怎么经营了，啊，家庭安定了，社会也就安定了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文武修文呢、啊，也是跟老百姓一起啊，休养生息啊，好好过日子，而带领老百姓啊，他得要有智慧呀、啊，啊、哦，老百姓。 都跟随着天子啊，啊，跟随着政府啊的带动啊，所以特别流行于啊治平之道啊，所以修身养名。这个治平之道呢，就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。因为呢，太宗皇帝啊，很年轻就是在打仗了。 所以，对于啊，怎么用这些圣贤教诲啊来治理天下呢？他的积累啊是比较不够的啊，所以呢，他在登基之后没多久啊，就下令编撰这个群书当中啊，截取出来啊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。 精华啊，可见呢、啊，一来呢，啊，太宗皇帝啊，有爱民之心啊，希望赶紧呢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；再来呢，也是很有自知之明啊，自己很清楚自己啊所缺乏的，这一点不容易啊。我们看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啊。 很多领导者，很多皇帝啊，做了一两件事情啊，就自以为很了不起了，就骄慢了，啊，就觉得自己呢比以前这些古圣先王还厉害，最后啊，很快呀、啊，这个国家就衰败了，甚至灭亡。哦，你看隋朝隋文帝，啊，他觉得他自己。 啊，结束了，这个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了，哇，自己自视甚高了，最后底下的人都劝不进了，哦，那后来听信谗言呢，把自己的太子都给换掉了，最后换换成另一个儿子隋炀帝啊，哇，那就完了，哦，所以这个傲不可长。 这个傲慢一起啊，败相就露了啊！所以有自知之明啊，这个是太宗皇帝啊可贵之处了。我们看第二段讲到呢，太宗英武善变啊，武功高强啊，然后思虑啊也非常敏捷啊，很有判断力啊，带兵打仗啊。 面对千变万化的情况啊，都要睿智啊下决策的。遗憾早年从军，啊，自己觉得呢读书不多，啊，所以他觉得挺遗憾的。所以鉴于前水灭亡之失，深知创业不易啊，守成为坚。啊，确实啊。 隋朝啊，三十多年呢就灭亡了，也是很短暂。啊、哦，所以古人哦，他们特别啊重视历史啊、哦，因为历史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啊、哦，可以鉴往知来呀、啊，可以不重蹈覆辙啊。 所以，像周朝啊，他们的前面是殷啊，商朝啊，啊所以殷建不远了、啊啊、商朝的经验、惨痛的经验，离我们还不远呢、啊。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啊，啊，不可以再呀疏忽了啊，不可以再呀、啊。 犯同样的问题了，所以深刻体会啊，创业是不容易啊，守成呢、啊、更加的艰难。哦，我们之前呢一起学习过《建太宗十思疏》啊，里面。 啊，有提到啊，能够长久保持啊功业的人不多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在守城当中啊，享福啊，人一享福啊，这个心态呢？ 错误了，啊、哦，整个国家的风气啊就不一样了。啊、哦，《十四书》里面提到的“结成则胡越为一体”，啊、哦，在创业的时候啊，大家同心同德啊，为国为民啊、哦，连不同的种族都能团结在一起。傲、啊、物。 则骨肉为行路，啊，一掌权呢，一享福了，这傲慢心起来了，哦，不尊重大臣，啊，奴役百姓了，啊，最后呢，连骨肉至亲啊，都形同陌路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守成为奸呢、啊，最难最难的是守住一个领导者自己的德行。 啊，顺境啊，比逆境还难修行。啊，逆境是磨练人呢、啊，顺境是淘汰人。啊，这个没有高度的警觉呀、啊，是很难不在权贵当中堕落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看《孝经》诸侯章里面讲的，啊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。 如履薄冰，所以在位期间呢，啊，鼓励群臣进谏，主动啊，引导、鼓励啊，群臣向他谏言。哦，这个是为君者很难得的一个胸怀啊，能够纳谏，甚至啊，能够求谏。 求大臣呢劝谏，哦，当然我们现在讲到唐太宗的风范呢，啊，我们在家庭啊，在团体当中啊，身为一个领导者，也都要啊见贤啊思齐啊，鼓励群臣进谏呢，而且批评其决策过失。 啊、哦，把他的不妥错误啊指出来啊？为什么呢？一个决策的错误啊，影响的百姓啊，何止千千万万、啊？哦，所以天子啊,啊，是代表上天呢、啊，爱护子民啊,啊，怎么忍心因为自己的过失啊，而让人民受苦呢？ 所以知道守成不易了，啊，不止啊，希望群臣给他劝谏呢，也希望从古圣先王、从历史当中啊，得到宝贵的教诲，来提醒自己。哦，所以这个。 接受劝谏呢，不只接受当时候的大臣，也接受之前古圣先王、啊，还有这些历代忠臣呢、啊、所留下来的这些教诲榜样啊，来鞭策自己。哦，这个很可贵了。哦，所以令谏官未征及于世难等整理历代帝王。 治国资政史料，截取六经、四史、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精要，汇编成书。哦，所以它的内容啊，包含六经，哦，还有四史，啊、哦，诸子百家。 这个事实啊，当然包括史记《史记》哦，那《史记》也是从记载从黄帝啊一直到汉朝哦这么长的历史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哦、三国志》啊、哦、这些史书，还有诸子百家啊、哦，尤其春秋战国啊这、哦、百家争鸣。 留下来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好，从金石子当中啊，挑出跟修齐治平啊相应的精要，把它编撰成书。上始五帝在历史当中啊，从五帝开始啊，下气近代。 啊、哦，这其中几千年的历史呢，自一万四千多部、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，博采典籍六十五种，共五十余万言、哦。我们看到这里啊，真的读群书之要以前呢，啊，要跟。 所有金石子这些圣贤人，顶礼三拜，啊，也要跟呢编撰群书之要的这些大臣呢，也要给他们顶礼三拜哦，哦，所以啊，包含要给太宗皇帝啊，感谢了，哎。 陈则灵哦，哎，你每天这么恭敬啊，礼拜这些圣哲人啊，他冥冥当中啊，护佑你，哎，特别啊，能够啊相应这些教诲啊、哦，大家想一想啊，一万四千多部书放在我们面前，哦。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起了，而且我们的程度呢，连看都有困难，还,还挑哦，八万九千多卷里面呢，挑出六十五部书啊、哦，五十万卷啊，五十卷，五十万言，都是当时候最有学问的人来挑的。 所以，随着我们深入群书之要啊，真的对于这些大臣呢、啊，这佩服的五体投地了。好，下一段说到了书成，这是书啊编撰成了，如魏征于序文中所说啊、哦，另一。 这个《群书之要》啊，当时候编撰完序文是由魏征大人所写的啊，我们待会啊也会啊一起学习这一篇序文啊。他在文中所说到呢，实为一部用之当今，足以鉴览千古，传之来业。 可以移绝孙魔的治世宝典。魏大人说到呢，这一部书啊，实在是呢，可以说是啊，用在当时候的社会啊，可以呢，这个剑染千古啊，就是可以以古人的这些经验智慧啊。 来经营自己的人生，哦，嗯，尤其他们办政治的，哦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啊，哦，可以有非常多效法的啊这些榜样，啊，可以掌握啊，哦，从武帝啊到晋朝啊这些。 政治智慧，而且呢，传之于来业啊，就传到后世去啊，是可以移绝孙谋啊。这个移就是遗留啊，就是传下去，可以恩泽后世啊。 啊、哦，这个“孙某就是后代子孙呢，能更好的啊经营他的幸福人生啊。这个“谋”就是怎么谋求他们人生的幸福。好、哦，因为呢这一部书里面呢都是修身齐家、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啊、哦，对于后世他们经营家庭呢。 啊，甚至有机会出来，啊，为人民谋福祉的，啊，都可以啊，以这一部书呢而得到宝贵的启示，啊，所以确实是见往知来的一个治世宝典。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。 啊，太宗皇帝啊，非常欢喜呢。啊，他涵盖的这些道德学问呢、啊，很广博，而且呢，挑出来的都是非常精辟的、切要的部分。哦，这个没有真正的、啊、读通这些经史子的教诲啊，也很难能挑得这么精准。 而太宗皇帝啊，日日手不释卷。哦，每天呢，一有时间呢，赶紧看。哦，希望呢，自己呢，早有一天呢，哦，有经营政治的智慧啊，老百姓就早一天呢，得利益了。哦，我们看到太宗皇帝。 啊，这么不辞劳苦的在学习呀、啊，都是因为呢，他有一个根本的动力啊，就是爱护人民。哦，那我们现在群书制药也到我们手上了，啊，那我们能不能每天手不释卷，啊，深入群书制药？ 大家笑是什么意思？<laughs> 哦，假如不能，就是慈悲心不够，你没使命感了、啊，得过且过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一个人呢，在哪一段时间成长最快？ 啊，就他很有使命感的那一段时间，哦，你看很多年轻的女士啊，生了孩子了，啊，也没人叫她去买书，她买一堆教育孩子的书，拼命看，怕误了孩子啊，这是母爱呀、啊，哦，所以人一有爱呀、啊、爱心啊，他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，哦，到学校教书。 啊，谁催促老师们用功读书啊？也、哎、都是要自己主动啊！啊，哎，不止在书上学习，要跟很有经教学经验的老前辈取经啊！哎，我们看到学校里面年轻的老师，哎，有这么积极主动的，哎，跟他一交谈。 生怕误了孩子啊，误人子弟啊！哎，他早一点乘船经验，学生早一点得利啊。哦，所以慈悲为本啊，动力在慈悲啊，方便为门啊，哦、要利益他人呢，设身处地，善巧方便所以太宗皇帝吸收了。 啊，这些古圣先王，这些经典的智慧了，他也要因时因地啊，把它运用上去啊。啊、哦、所以太宗皇帝说到了，曰：使我击鼓灵事不惑者，清等利也。太宗说到啊，让我能够这个击呀、啊，啊、哦，就是考察。 啊、哦，他每一次啊面对事情的时候，都能以几千年历史当中的这些经验智慧来判断来做决策。他不会迷惑，他也应对啊，笃定。哦、你看我们现在，不要说治国了，啊，自己也每天跟人处事待人呢。 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讲啊！连这个应对进退啊，有时候都分寸都不懂啊。原因什么？我们读历史太少了啊！读历史长见识啊！读经典呢，才能贯通义理啊！不只要懂义理啊，要增长见识。所以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 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多少次去给自己的父母讨教人生经验啊？自己到单位去呢，曾经多少次主动跟自己的主管讨教人生经验啊？自己有几次主动的在自己中华民族的历史当中呢，取得经验哦？所以好学近乎自然。 不主动求学啊，很难有智慧啊。那就变成只能迷惑而不能不惑了。好、哦，大家真下功夫啊，在群书之要呢，啊、哦，保证呢、啊、也能像,像太宗说的啊，击鼓凝视而不迷惑。啊、哦。太宗讲这句话呢。 感恩的心啊，呃，清等力也啊，这个可贵啊！他身为天子啊，皇帝啊，还能时时呢念着臣子的恩德，哦，这个真的不容易。哦，这藏宝啊，这颗感恩的心。 哦，尤其这个太宗皇帝啊，常常啊在群臣面前呢、啊，啊都是赞叹魏征大人啊，觉得这这个魏魏大人呢、啊，就像他的老师一样啊，啊而且呢，整个贞观盛世啊，他还归功于啊魏大人的这些劝谏的、啊、哦，所以。 太宗的人格特质啊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哦，由是而知啊，贞观之治的太平盛况，此书啊贡献大也。能成就一个盛世是结果，原因啊，在天子有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政治智慧。 那就是从这一部书当中啊，承传来的，啊、哦，所以成为从政者必读之宝书啊，啊、哦，实在是从事政治人必定要读的一本宝典啊、哦。这个师长啊，这刚好啊，这一次啊，跟啊我们。 马来西亚前首相啊，啊马哈迪先生呢见面的时候，讲到这一套宝书啊，啊，这个这马哈迪先生马上就说：“哎，我也要学习啊！”哦，您看，呃，长者呢八十七岁了，这么好学，这么希望也从中国的政治智慧。 中啊，能学到，哎，是不是能利益他自己的国度啊？哦，这这个好学的精神都值得我们效仿。哦，所以这个师长啊，就希望啊，啊，我们能够呢，再把这个《群书之要》三百六十句再翻成英文，啊，来提供给、啊、各国从政者。 啊，来深入中国的政治智慧，而且啊，中华文化呢不是属于啊华人的，啊，我们的老祖先跟圣贤人，他的心胸是非常宽广，啊，应该是属于全天下的人类的，哦，不只是从政者必读。 应该是呢，所有为人父母必读，为人老师必读，为企业团体领导者必读的宝典。哎，这个都是修齐治平的学问呢、啊。每个家庭、每个团体，啊，小到家庭啊，大到国家、天下都需要。而且呢，我们要了解到啊。 唐朝离汉朝几百年的历史，而且呢，之前要经过魏晋南北朝、隋朝的动乱，经过了一两百年的动乱，我们想一想，要多久的时间让天下大治？事实证明了、啊。 太宗皇帝贞观年间呢，没有多少年，整个国家就安定、昌盛了。所以就可以了解到啊，只要教育办对了，只要政治用对了这些为政之之道了，这个明星啊是很快的接受教化。 天下就安定了，不是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呢、啊。哦，所以为什么这些教诲是宝？它可以很快的改变个人的命运，改变团体跟国家的命运。哦，所以中庸讲的“人存正举”啊，有智慧的人掌权呢、啊。 很快的，这整个风气就会变了。哦，好，而且面对这个时代啊，很多国家是民主政治啊，领导人是选出来的，所以选民要能判断呢、啊，什么样的人才是好的政治人物，才是能当领导者。哦。 那老百姓都学了群书治要，他就会判断了。哇，这个这个领导者一上位了，就是特别会花钱，特别重享受，铁定不是好的。下一次就不要选他了。哦哦，从中国的历史当中了解，德行呢、啊、最重要的是孝孝廉，举孝廉，哦，那他以后投票啊？ 就不是去听那个候选人骂人了，啊，是去调查呢，这个候选人孝不孝顺，廉不廉洁，才能选出好人呐、啊，才能办好政治啊，为政在人呐，哦，所以民主国家呢，老百姓也必读啊，这一本书。 哦，不然呢？投错票了啊！每个人都要负因果责任的。那人是我们选出来的，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？哦，好，啊、哦，所以人没有判断力啊，不止毁了自己人生啊，可能连国家的前途都会毁掉。啊、哦，接着下一段讲到呢，然而当时啊。 中国啊、哦，这个雕版印刷呢尚未发达啊、哦，还不是很发达啊、哦，在啊、哦、还不是很普遍在运用啊，所以此书自送出啊，已失传。啊、哦，那个时候啊、呃，印刷术还不是很发达呢，啊、哦，所以可能呢，也没有几套书。 哎，结果后来啊，送出四川了。啊，日本人呢不简单呢、啊，很珍惜这些宝贝啊，你看他们就把它保留起来了。啊，所以《宋史》啊亦不见记载，所幸者日本京泽文库藏啊有镰仓时代啊，这是。 日本幕府啊，一个时时期啊，叫镰仓时代、啊。日本僧人啊，日本的出家人、啊、手写群书之要的全字。哇，这个僧人呢、啊、不简单呢、啊，他是用手写、啊、抄下来的。可见呢、啊，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，当时候啊，佛门的出家人、啊。 对整个中华文化呢，都是有相当的深入、相当的修养。而这一套书啊，并于清乾隆六十年啊，就是嘉庆啊，后来是嘉庆登基啊，由日人送回中国本土啊，失而复得了。上海商务印书馆。 四部重刊和台湾分别以此版为底本影印出版，啊，这个应该差不多八十年前的事情了。二零一零年岁末，啊啊，师傅提到了这个因缘呢，啊，就是去年的岁末啊，啊，师傅幸得此书啊，反复翻阅，欢喜无量。 好，老人家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救民主啊，救世界的宝书，深刻体会古圣先贤之文化教育，敌能为全世界带来永恒之安定和平。啊，最急关键者啊，关键在哪里呢？即国人本身必须真正认识传统文化。 断以其信啊，他有正确的认知啊，他就会相信，他就会呀、啊，愿意、啊、深入经典，进而啊,啊去落实啊，去解行相应啊，之后呢，就能不断的、啊、契入圣贤的境界。所以他一认识的，首先呢、啊，这疑惑能够断除，圣贤传统文化。 实为一切众生自性流露，超越时空，亘古弥新、哦。圣贤所承传下来的这些文化经典呢、啊，并不是呢他们发明的。啊、哦，就像孔子讲的“述而不作”，啊，他们都是承传古圣先王，而且、啊 他们都是气入心性，哦，气入啊，这是啊，明德啊，那依循呢、啊，性德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哦、啊，所以，我们学习呀、啊，传统文化，并不是啊。 啊，圣贤人呢牵着我们鼻子走，哎、哦，只要我们老实的啊，去依教奉行啊，我们自己也能弃入啊，明德啊，那时候啊，就会了解到啊，是随顺自己的性德、啊、在祖事待人。 而不是啊，老祖宗牵着鼻子走啊、哦，因为啊，这传统文化呢，引导我们气度的境界啊，啊、哦，是每一个人本有的本善明德，啊、哦，所以是恢复我们的明德，好、哦，哦，所以这些性德啊。 是超越时空的真理啊，它是亘古不变的啊。我们其实可以从八德来看啊，五伦来看，这五伦八德呢，绝对不会因为时空而改变。一变呢，就乱了。所以这个不是谁发明的，这个都是跟性德相应的学问嘛。我们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。 所有家庭跟社会的乱象，就是因为不符合这八德。只要再把八德复兴起来啊，家庭跟社会的灾祸就化解掉了。好、哦，而我们怎么能学习呢？啊，师长提到啊，学习的关键呢？ 端在沉静二字，啊，要真诚恭敬啊，来学习、来领受这些教诲，啊，所以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，啊，师长又在后面加到呢，啊，百分沉静啊。 得百分利益啊，千分沉静啊，得千分利益啊，万分沉静啊，得万分利益大家别嫌我啰嗦啊！不知道我在念这一句的时候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境界在往上升呢？好、哦，哎，万分沉静，我们能不能提得起来？ 啊，真的提起来、啊，句句都有相应处哦。哦所以区里曰啊，区里一开头啊就讲了，无不敬啊，时时啊都要保持沉静的态度。尤其呢，求学问啊、哦，那要对圣贤恭敬啊，对他们呢所留下来的经典恭敬。 那这个恭敬怎么落实？啊，有理有势啊！哇，那就要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啊，提升自己的恭敬态度。哦，好啊，这一节课啊，我们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。好，我们下节课啊，再一起来学习。好，谢谢大家。